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名古屋中场线有增强兵力，名古屋八琼官方宣布中场内田泽哉正式租借加盟。年23岁的内田泽哉自2017年初升上 FC 东京一线队之后，就一直为他们效力。由于赛季至今在队内缺乏上阵机会，所以名古屋八琼亦看准时机抛出他们的橄榄枝。据透露，内田泽哉今次租期将在2023年一月尾到期。在这段期间的正式赛事里面，他将会倒戈对阵 FC 东京。名古屋八琼开季至今表现是未见突出，所以他们希望补强去增强他们的战斗力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，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